来一个吧。左手的晴天牵着我，右手绕着圈，少一份孤单，多一份喜欢。馋吗？馋吗？香甜，很好吃。夕阳慢慢落下，天际线气温又下降了一点点，我开始迷恋来在一起的感觉，这感觉像是回到温暖的季节。要咕噜过一下吗？哎，什么话都不跟我说吗？也不跟我打招呼吗？一点团长的威严都没有，一点团长的威严都没有。你过来至少跟我打个招呼，快来赵金曼，回来，听他还听我的。哈哈哈哈哈！一二三，五个人。哎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